师上次叫我把那个招旭的那篇 paper 给加进来。对。然后那篇是在说用很多实验数据去预测这个高三合金的成像。对。然后我上面有很多部分在讲那个不同比例会造成不同的成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项功能加进来，就是要先那篇 paper 的重点不就是说同样的元素，但是比例不一样，可以配成什么样的微结构吗？嗯，对，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子，表示告诉审稿的人说有人在注重这一块嘛。嗯，那我需要实际去执行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因为我目前做的那个计划是要用这个元素，然后，要怎么讲？那篇的重点不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可以借由元素的调配，然后产生不同的微结构嘛 ？FCC 或 PCC 嘛？对。那有人用 machine learning 还有什么分子模拟，把这个东西给预测出来了嘛？对。那所以表示确实可以同一系列的高熵是可以借由元素的调配获得不同的微结构，是不是？哦。那现在传统的 potential 方程是只能针对某一个微结构来模拟它，来 fitting 它的参数。那现在唯一两种微结构都可以模拟的就是 DFT， 但是 DFT 没有办法模拟这么大的系统，所以我们才采用这样的方 DFT 的方式。哦，原来，对，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前面都在说故事，有没有？哦，在告诉人家说这个高熵以前还很难合成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怎么样合成不同元素的高熵嘛。嗯。啊，现在高熵可以很容易制造，是不是就要更深入的调微结构？嗯。啊，调微结构可以调，那就更进一步了。它要把不同微结构的两个系统并在一起啦。然后，所以就是。对，但是现今用分子模拟来做这两个。对。就像。你讲你不是有用过 EAN 的吗？其中 BCC 是不能稳定，对，对吧？这边又可以把你模拟的放上去啊。哦。就是证明了 BCC 是不能稳定的。嗯。哦。所以那个只是用来举证说可以预测像，然后 DFT， DFT 它就根据波函数去确实是可以去表现 FCC 或是 BCC， 但是系统太小了，某一类的问题没有办法用 DFT 直接去研究，所以就结合。对，所以现在如果能够用分子模拟，但是可以重复 DFT 的结果，这类的问题就可以拿，可以做深入的研究了。哦，好，那 OK， 对吧？你以后参加口试第一个，你的动机是什么？嗯，对吧？你就要解释啊。这动机其实我觉得做一个题目最琐碎，就不是琐碎啦，最需要花时间去收集资料的。嗯，对，所以这半年就要请你们硕一的两位，之前硕二的学长是这样，把你们的问题收集了大概，然后把动机说明出来。嗯，好，那大概懂。OK， 好，那就对。那麻烦你们学长帮你看一下，我先把脚本完成。好累啊，我一个礼拜每天都在搞这个。好，那变成超级敌对的专家了。那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去抓建制人物，爆料出来。
那是底下那个讲的，当然要比对啊，不然到时候真的有人家就去讲东讲西的，这样不好。嗯，虽然跟我们无关。这篇是在说那个预测，那个是在 GitHub 上讲，之前的学生很直接靠办公室直接去撂。哦，那很赞，这样可以听得到。就是今年大四啦。好。总成认识大四蚂蚁班的，有一些，他们蚁班很出名的，对，他们连那个书香奖都是他们做的。那阵子就是主任把他们的父母请来。对，我是没有在场，其他老师说他们父母就是一脸非常的不爽。人家就说及格不及格，那不及格的作弊到及格还情有可原，那全班前几名的人还在作弊。好，来，然后这个是用那个机械学习去预测那个高三合金的它的那个像。他首先收集636个数据，然后用六种的那个机械学习，六种，那个叫什么？没关系，你这个什么方法，只要记住了这种就好了。好，这我有一阵子有研究过，但是没有很深入。然后这六种研究出来就是那个人工神经网络是。最准的，在这里面之中最准的。然后他去研究，就是通过实验和热计算去预测验证的这个演算法对新成分的那个预测。然后这边就这六种，然后其中他 data 怎么准备的？data 怎么准备的？是实验的 data 收集起来，对，它是说有像我们一样要用计算的方式准备 data。它是用实验的去抓别人实验，把所有实验的结果收集起来做整理。对，他就抓了那个固溶体跟金属的那个 OK 好，然后去分五种，就是混合熵、混合含，然后它的那个原子的大小。还有价电子浓度，还有一个这个叫负电性差异，然后将这我看一下啊，600多种资料，去依照它的那个依赖性去变成那个闪点图，然后从这张图。是在说它的相关值从0.63到-0.62，然后数字越大代表说这个参数跟这个参数有相关性，对，相关性比较大。然后 C 是它的那个雷达图，然后这边是在说它的演算法的制定是有这个。Psi-learning 的 library 去完成的，然后根据训练好的数据集，这个 Psi-learning 是台大的教授发展的，台大出动的，所以做这个嘛，确认台湾也很厉害。然后它分成75个。训练集跟25个测试，然后这张图是在说它对不要 overfitting 嘛，对人工神经网路的部分，然后 B 是在说它的那个准确率达到80%左右 ，OK，C 是在说这个混淆矩阵。这个上面的趴数是在讲它的准确率，在人工神经网络，它预测这个70%，然后预测固溶体是87%，然后接下来是其他总共六种不同的演算法，
去看它预测的结果如何。然后从这个SVN 它的 SS 加 IN 是准确率最高的。对，然后这张图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在说，他说研究不同演算法的最佳准确度，并显示当前研究的测试有最高精准度的是 SVN 83%。然后下一张图就说，他发现 ANN 可以预测所有研究的合金，这与热计算预测相当。然后他预测出来这些组成是共晶 SS 加 IN， 然后其他的就是红色是说他预测的不准，然后 ANN 的很准。 OK， 然后结论就是六种演算法中就是 ANN 的预测的最准。 OK， 好，